没有，就吃完饭，我们那边就可以打车。反正这个时间就比较宽裕了。我就想着吃完饭上车再请教。其实我跟他说，我下午还要请教，还要在两点半的话，算了，没有必要，早点回来。你几点的？5点半。5点半啊？其实。到了。